好多鱼啊，在美丽的潮汐。潮汐的一半是南叶镇，一半是沙门镇，两乡镇共同守护，一期必须。沙门镇是红色根脉旅游区，南叶镇是自然风景旅游胜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华，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沙门镇，这里是沙门镇的主干线湛山线。来到了一家百年小店。大伯那边，伯母那边，我再过去啊。要去不？要不要去？早上去扫个墓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扫个墓。店门口摆放着非常漂亮的一盆鲜花。沙门镇总面积大概有10594平方公里，总人口大概6万不到。这里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